艺人徐伟宁、邱泽因为合作拍摄电影《当男人恋爱时》而相恋，并于2021年底闪婚。虽然两人婚后的生活相当低调，但徐伟宁日前悄悄放闪，晒出夫妻俩在厨房做料理的模样。只见照片中，两人身穿白色情侣装，徐伟宁专注准备食材，邱泽就在旁边洗东西。徐伟宁在照片中写道：“合作无间的晚餐准备。”照片角落则是显示当天的日期，是2022年11月20日。事实上，两人登记结婚后仍忙于工作，婚礼还没举行，也还没时间度蜜月。外界也很关心两人的生娃计划。不过，小两口忙了快一年，好不容易终于团聚，也难得在 IG 放闪，已经让粉丝们相当激动。即使快被闪瞎，也心甘情愿呐。